大家好，这一个系列啊，海盗经商成就的日不落帝国，咱们呢从海盗的故事讲讲英国崛起为世界强国，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故事。说起海盗，大家肯定并不陌生，那比如什么这个加勒比海盗啊、海贼王啊之类的故事，造就了一大批的忠粉。这些文艺作品里呢，海盗的形象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那比如说他们放浪不羁啊、四海为家呀、没事呢跑个船打个劫啥的，喝不完的酒、泡不完的妞，一直呢浪到天涯海角。在这些宣传之下，很多人就一个认识，觉得海盗呢太酷了，很浪漫，想干嘛干嘛啊！问一些小男生将来想干什么，张口就来，我要当海盗，我要当海贼王。但是呢，当海贼王真的有那么好吗？其实啊，咱们都不用走进历史，仔细的看一下海盗的符号，你就能明白，他们的生活一点都不浪漫，像骷髅旗啊、黑眼罩啊、铁钩手啊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是吧？残酷的厮杀，是吧？缺胳膊断腿，少脑壳，这都是常态。而且呢，绝大多数海盗没得善终，你天天砍别人，指不定哪天就被砍了。常在河边过，哪有不湿鞋的？过了今儿没明儿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所谓的浪漫也都是苦中作乐，绝望中寻找希望，他这种自我安慰罢了。所以海盗只是一种营生手段，而且呢风险极大，残酷无比。中国历史上海盗是不符合传统价值观的营生，是海上的土匪，这是典型的贬义词。你祖上是土匪，你能承认吗？是吧？比如现在有个人跟你聊天，哎，我记得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原来是土匪，你恨不得直接一大嘴巴抽上去。你骂谁？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才是土匪呢，你们全家都是土匪。但你在英国啊，我之前去一个朋友家做客，人家客厅里就挂着他海盗祖先的这画像，是吧？我爷爷是海盗，是吧？就是像那个蒙着个眼罩，然后铁钩手，这是我们家的光荣，我们感到骄傲，是吧？再有呢，就是说苹果手机，那大家都用苹果公司门口呢，就是那个大楼的外面就挂着一面海盗旗，跟它并列的是美国国旗和加利福尼亚的州旗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就特别推崇海盗文化，据说在这个创办苹果公司的时候呢，他就在办公室里挂了一面海盗旗，并鼓吹海盗比海军强多了。他对海盗的理解呢，就是忘掉一切规则，尽可能以最极端的思维方式来进行思考，不走常规路，敢于打破传统，这才成就了今天的苹果。这里边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，为什么中西方对海盗的认识差别这么大？其实归根到底啊，还是咱们讲海洋帝国主要想讲的核心，就是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天壤之别。中国是农耕文明，以劳动为荣啊，以抢劫为耻。咱们的观念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只有勤劳付出才会有回报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勤劳呢是我们的传统美德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还特别喜欢攒啊，攒钱啊，攒东西啊，攒房啊，攒粮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农耕靠天吃饭，春耕秋收季节很明显，你收了庄稼不攒着，到冬天你吃啥？是吧？你不攒就没饭吃，所以中国有古话，春种夏长，秋收冬藏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，这就是我们文明所必须的结果啊。海洋文明不是这样啊。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，说西方文化的本质啊就是海盗文化，这么说呢其实有点片面，但并不是完全瞎扯。要说起对西方文明起到推动性作用的英国的发展史啊，海盗的作用呢其实是非常大的。那么历史上最著名的海盗女王是谁？英国如何靠着海盗崛起？在英国的强大的路上又出现了哪些英雄？英国发起了哪些时代性的变革？英国为什么殖民地会遍布天下？英国又为什么快速成为世界霸主？海洋和商业对英国到底起了什么作用？为什么说西方文化就是海盗文化的一种体现？一切的一切尽在专辑《海盗经商成就的日不落帝国》，上车吧。 Give your life another chance. Live your life another way. Let me know.